今天干脆来剪看看新鲜的熊掌剪开来是怎样。 Amber 说可能会很像芦荟，里面绿绿的，绿绿水水的，绿绿水水的。那我要剪咯。嗯哼，啊，哎呦呀，哎，你猜对了，芦荟，啊，好好好，新鲜的颜色哦。哦，真的很新鲜的颜色，哎，你帮我把亮度调一调亮看看，你再点一下。那熊掌剪开还很漂亮的感觉，对啊，而且味道就是芦荟的味道。是吗？对，那原来熊里面那么的 juicy， 肥嘟嘟的手。